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好啊，繼續翻嚟咧，就係財資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咁睇下個市況啦，特別係咧，即係發展商咧，新一年嗰個部署策略係點啦。咁啊，呢個發展商咧，啱啱咧有個盤咧就命名咗啦，嚟緊應該都喺財政預算案之後會賣嘅啦。咁點睇個市況咧？請埋佢同我哋傾下啦，就係長實營業部嘅首席經理郭子偉。Hello， 偉哥你好。Hello， 早晨，早晨，偉哥。大家好，各位聽眾好。哇，咁啊踏入龍年啦，第一次訪問你啊，龍年啦，咁啊龍年啊，即係點睇啦？地產發展啊，個投資環境啊，係咪啊一個新嘅飛龍在天呢？我覺得今年其實大家都嗰、那個心態，我覺得都應該會係幾、幾開心嘅，因為點解咧？睇翻最基本即係影響樓市嘅啲困惑樓市，佢其實都講緊嗰個經濟咯。我自己覺得今年其實經濟會比舊年會好啲，因為舊年其實個經濟雖然冇預期咁好，但其實都有3.2%嘅增長。今年我相信嗰個增長應該比個數字好啲啦。咁另外就係、是。息口啦，咁大家其實都係買樓，大家都關注個息口嗰個走向啦。咁事實上，美國減息，我諗都係事在必行噶啦，只不過係幾時咧？係3月啦，定係5月咧，定係7月啦？我諗嗰個時間問題。咁但係如依個減息嘅因素咧，我諗對一啲投資嘅依個方向咧，絕對係有利嘅，因為事實上，當你息口低減息的話，事實上那些資金開始會尋求一些高回報的一些的合理回報的一些的東西，相對來說那些整體的投資氣氛相對來說我覺得會好的。事實上你樓市我想困惑住那個息口都困惑了幾年了，一路都今年很明顯大家都覺得接下來那個的息口會向下，事實上對那個投資那個成本相對嚟講會低咗，咁亦都相對嚟講個回報都好咗，所以我覺得嚟緊樓市喺除咗自用嗰批嘅客户之外咧，我諗投資嗰批咧今年會明顯比過去嘅會多。我想会慢慢回复去到疫情之前那个百分比。咁啊，要睇下咧，即系发展商个部署策略咧。今年年初翻嚟，其实睇到个市都比较静嘅，发展商多数推啲货尾单位啦。但系临近咧，即系呢一个礼拜咧，都见到唔少发展商都有啲唔同嘅一啲部署啦。咁啊，你哋自己本身亦都咧系有个盘咧喺港岛南嗰边咧就命名咗啦。咁啊，喺财政预算案公布嘅前夕咧，就见到啲发展商都有啲动作。点样睇即系发展商个部署咧？我谂其实大家都因为踏入2024年啦，因为都大家開始都每一個行業也好，唔係淨係地產行業咯，其實大家都開始會計劃今年嗰個整體嗰個嘅安排咧。咁大家我諗舊年佢大家已經計劃好曬成個部署啦。咁事實上我哋自己亦都喺舊年年尾或者甚至下半年咧，其實已經開始部署緊今年嘅一啲嘅項目嘅一個銷售。咁當然啱啱你提到咧，我哋今年一個比較大型或者市場比較非常矚目的一個樓盤咧，就係啱啱所講咧，位於廣島南嘅一個港鐵站嘅上蓋嘅一個發展嘅物業啦。依個都係我哋今年嘅非常一個重要嘅一個嘅樓盤啦。咁對我嚟講，我哋會即係我諗會，我哋會因應唔同嘅實際嘅情況啦，然後在適當的時候會盡快會推出市場。你點睇呢？南區都很多新發展，又躍動港島南，跟住亦都有不同的樓盤都陸陸續續呢幾年都推出嚟，有些樓花啦，有啲年樓啦。咁啊，但係即係而家你提及呢個長實新盤有咩特色先？同其他發展商嗰啲有冇得咬手瓜嘅？最簡單，我哋梗係最好嘅。點解咧？嗱，明傑，其實好簡單。佢想問一樣嘢，咁你其實。我想問你，譬如你如果我打我如果我打個電話俾你，我問你啊，咁你我喺金鐘啊，文傑你仲喺邊度咧？如果你話俾聽，哎呀，我仲喺未入到地鐵站入邊喎。咁其實咩咧？其實依個好簡單嘅一個嘅即係分享咧，就話俾聽，其實我哋嗰個所在嘅位置咧，係真係好方便。真係即係點講咧？我哋係最貼鄰嗰個地鐵站。嗰個位即係港鐵站嗰個位，咁佢基座咧就係商場，咁佢可以由我哋嘅住宅可以坐一個嘅專 lift， 可以去到商場，然後跟住去到港鐵站嘅入口，跟住咧坐兩個站就可以去到金鐘。咁相反啦，啱啱講啦，我有啲其他期數嗰啲嘅朋友咧，可能佢哋同樣都係所在嘅。港鐵站依個嘅平台上面咧，咁但係可能佢哋都要行一段路啦。咁當佢哋行到去閘口，咁我哋已經去到金鐘。喂，而家時間就係金錢啊嘛。咁你諗下，如果爭每一日每一程爭10多分鐘，咁喂，少數拍長計喎。咁你一個月。
一年你知唔知争几远啊？我计过，原来一年争10000分钟啊！原来时间系金钱啊，几犀利！咁你自己睇翻咧，即系港岛南方面咧，通咗即系南港岛线之后咧，铁路啦，咁其实整体个配套上面系点样咧？其实嗰个港岛南其实俾人哋感觉。一般俾人感覺其實都係好尊貴嘅地段嚟嘅，以往俾人感覺真係好舒服嘅地方。咁佢既有一個即係大家好向往嗰種嘅生活嗰種形態啦。咁另外隨住嗰個嘅港島線嘅開通之後咧，事實上令到交通更加完善。咁其實政府即係亦都知道依樣嘢嘅發生。咁事實上佢都提搖動港島南，其實依個口號或者依個成個概念咧，其實一路開始都會做嘅。其實個方向咧，希望幫成個南區咧打造成為一個相對講有活力、有魄力、有勁力、適合工作或者居住嘅或者消閒或者創意嘅一啲嘅地區。咁成你睇到依個區，其實一路隨住個時間嘅一個嘅發展咧，其實一路喺度轉變緊嘅。咁其實依個區咧，慢慢會變成一個，我覺得係好獨特、好向往，令到一啲喺香港一啲住喺唔同區嘅一啲嘅中產換樓人士好向往嘅其中一個地方啦。咁另外一啲譬如話年青嘅一啲才俊，佢哋我覺得你喺即係你揾到一定嘅收入之後咧，其實希望都揾到一個好舒服嘅一個居住環境。除咗個交通方面之外咧，亦都個環境俾到你嘅舒適嘅感覺，即係你可以去到好近，去到遊艇會、深灣遊艇會嗰個位置嘅海邊啦，亦都可以去到香港仔又去食啲海鮮又得，去到一啲郊野公園行下又得，或者去到深水灣或者淺水灣去遊下水。喂，買埋張主題公園年證咧，日日去都仲得啊！係啊，係啊，或者退休人士嗰啲可以日日去。冇錯，依個海洋公園大家知啦，亦都係世界好著名嘅一個嘅公園啦。仲有個水上樂園添，行都行到去啊！係啊，冇錯，車都唔使搭。咁有時所謂鐵路上蓋咧，即係港島鐵路上蓋物業真係少之又少啦嚇。咁我記得有一次我同我朋友去。就買一層樓就話係鐵路上蓋，就話我哋計時一齊行去地鐵站個閘口睇下邊個快。咁原來其實我係路面咁行咧，我仲快過佢，因為要兜來兜去。係啦，嚇，其實所謂鐵路上蓋咧，都要睇清睇楚咧嗰個距離，同埋有時要兜啊，又轉三度 lift 先到咗。冇錯，冇錯。嚇，咁如果你話真係直 lift 一落就係站口嘅。所以啱啱我就講我哋本身個優勢，所以啱啱你一問我，即係有少少我感覺到咧，就話已經買到有少少悶，即係可能嗰啲買家覺得都聽到有少少悶，究竟點解有咩分別咧？係咯，要考慮我哋咧，就啱啱講交通。交通喺香港目前，大家對啲買家嚟講，我覺得佢係好重要嘅一點嘅考慮。係咁啊，即係琴日政府公布，即係專才嚟講都已經製造咗300多億嘅經濟效益啦。咁啊，如果即係銷售方面，係咪都要整啲簡體字版啊？普通話配音啊？銷售下俾啲專才咧嚟到香港做啊，香港人嘅。又或者喺呢一邊，其實對於即係政府放寬咗一啲專才方面嘅買樓嘅情況之下，你哋點樣部署咧？其實嗱，你睇翻我哋星期三咧，就喺21號星期三咧，我哋有個命名嘅儀式咧。但係大家如果喺有機會出席我哋嗰個我又喺現場啦，六大地區一齊嘅。冇錯啦，你其實睇到依個嘅信息，點解會有？六大地區包括一啲傳媒啦，一啲代理嘅朋友出席咧，原因就因為其實佢哋其實對於個項目咧，其實真係好關注嘅，因為以往咧譬如。我哋一啲新聞發佈會重點會係香港嘅傳媒，我覺得係好正常嘅。咁國內朋友可能係話香港傳媒有個消息之後咧，佢哋會通過相關嘅消息會喺國內再發布出去。咁但係今次點解佢哋會咁積極會參與咧？因為佢哋覺得，因為佢哋當然啦，我哋舊年有一個項目亦都係吸引到市場好關注啦。佢哋對即係長實嘅喺香港項目，佢哋會特別會有少少，會唔會就係會製造一個好特別、好火爆嘅氣氛咧？咁佢哋會關注，所以今次嚟講咧，好多一啲國內媒體或甚至代理朋友都主動。咁所以預期咁，不如我哋真係開一個比較特別少少，或者係以往少有嘅，或者香港開發展商好少用嘅方式，就係邀請曬所有嗰啲。包括一啲知名嘅一啲國內嘅媒體同埋一啲代理人一齊參與，咁其實依樣嘢亦都正正帶出就話國內嘅一啲嘅人士其實幾關注香港嘅地產項目。咁當然啦，佢唔係每個項目都會關注嘅，因為點解啱啱正如阿文傑所講啦，咁其實嗰批人咧，其實香港依家目前政府亦都希望吸引一啲
專才、高才通嗰批人。咁嗰批人咧，其實正正就係一啲金融嘅一啲行業嘅，好大部分啦，金融啦或者係高科技嗰批人，嗰批人咧係有一定高嘅收入。咁嗰批人其實佢哋係希望我喺香港，第一長住係一個長遠嘅一個計劃啦。咁短期佢亦都希望可以揾到一個舒適而方便嘅一個居所。咁中環同埋金鐘，作為香港嘅核心金融中心，依、這個我諗依個鐵一般事實噶啦。咁好多嘅一啲專才咧，都喺呢個地方翻工嘅。咁佢哋而家咧，佢哋我所知而家因為即係佢哋會大部分喺邊度租咧？如果未買樓之前，會喺邊度租咧？就灣仔或者係即係上環呢個地方，因為比較近住中環啊，或者金鐘就方便，但係可能住啲舊樓嚟嘅。咁但係如果俾到一個好嘅位置俾佢咧，譬如例如即係方便嘅地方咧，我諗佢哋會優先考慮到。譬如你講緊港島南，聽落去開頭會唔會好遠咧？以前好遠啫，而家有鐵路好方便嘅。兩個站就可以去到金鐘。我覺得依批其實專才咧，其實都係會吸引到專才，所以專才嚟緊咧，我哋都會喺依方面會落多少少嘅動力，希望幫多啲信息咧，通過國內嘅媒體又好，國內嘅地產代理朋友好咧，亦都幫有關信息俾到一啲專才，因為事實上政府都希望喺吸引多啲專才嚟香港，咁依方面我哋幫啲消息盡快可以俾到佢咧，吸引到佢嚟香港，即係都有啲嘢可以配合啦。但係大家都關注住嗰個價錢方面啦，特別係即係個開價情況啦，無論係業界啦，以至到咧即係一般嘅一啲嘢買家方面都好關注個開價。你哋開價係參考啲咩因素？其實我覺得開價而家現階段我哋就唔會好特意去做。因為其實講個現實嗰個情況，其實我哋本身因為由於我哋要起埋嗰個商場啊，各方面嘅安排咧，咁事實上我哋自己本身嘅成本咧，其實都唔平嘅。講真，都去到我哋嘅初步計咧，都去到28,000元一尺。咁當然咧，話28,000元尺平定貴咧，其實現階段其實都係一個我哋自己都要考慮嘅因素啦。因為作為發展商，咁你都有個成本嘅。咁你嚟緊你買賣嗰陣時或者銷售嗰陣時，究竟嗰個嘅因素會點，我哋都考慮。咁當然最終係點，我哋睇翻嗰個實際嗰個情況而定嘅。咁但係即係成本價都28,000啦，咁嚇會即係出血盤啊，變咗呢、這個嚇。依、這個現階段我諗太早啦，作為發展商或者我哋作為銷售我哋希望可以同公司可以爭取嗰個盈利嘅依方面。但其實成日都話哇，但係發展商賺好多錢啊，咁其實喺過去香港歷史都唔係冇試過出血盤噶，都有發生過噶。當然有啦。你當個樓市真係急劇下滑啦，斷崖式跌嘅時候啊。不過我啱啱講咧，我哋都希望咧，我哋都係希望可以爭取盈利，因為我對呢個盤，我覺得係會有信心。啱啱正如啱講啦，佢係真係一個我自己覺得係一個近年比較少有、比較罕有嘅一個項目，因為第一香港島。即係喺大家心目中，大家知啦，港島平均俾你嗰個感覺，嗰個價錢相對嚟講都係比較，即係喺相對其他區咧，都係比較有競爭力。同埋鐵路沿線新供應的確都係真係少，即係回都冇回得咁快啊！就算老牌啊，太古城咁樣係嘛？冇錯啦，係都好堅挺嘅個價格。太古城啊，康怡啊，咁啊，咁啊，係咪即係都係取決於即係下個禮拜三咧，即係財政預算案啦？而家咧即係大家都鋪天蓋地講緊啊，應唔應該設立，甚至可能咧即係全面減辣啦，定係咧即係局部再減辣咧？呢方面其實係咪即係你哋決定個價錢嘅考慮因素之一？我覺得嗱，其實財政預算案咧，大家各方面嘅各方面嘅意見咧，其實都透過唔同嘅人都講咗啦。依方面，我覺得我哋又唔會太著意去睇嘅，因為實際上我覺得你作為特區政府啦，咁本身對一啲嘅數據咧，佢都掌握好多嘅，對未來香港經濟發展，包括房地產嘅發展咧，我諗相信佢都好清楚。咁我哋大家都拭目以待啦，就係28號睇嗰個嘅預算案最終嗰個情況啦。咁我哋嚟大整體嚟講咧，我覺得唔單純唔係淨係睇財政預算案，正如我哋都希望我哋對未來香港整體個經濟係有信心嘅，嗰個係對房地產今年嘅發展咧，我哋感覺係樂觀嘅，即係謹慎樂觀嘅。因為實際上正如所講啦，咁息口因素解決咗，嚟緊專才嘅引入之後咧，其實對香港房地產無論喺租務或者係買賣嘅需求，我相信都會係會有增加嘅依樣嘢。
咁啊，即係租買之外啊，其實之前發展商積壓咗唔少貨尾啊嘛嚇，咁、有啲發展商都話啲貨尾都頂到咧，即係用好多優惠啦。總之你肯嚟買就得噶啦，小型發展商。咁啊，而家就流花入邊啊，現樓啦咁啊，咁啊，集團有冇咩啊，即係貨尾嘅狀況可以披露下咧？有咩催谷方法咧？其實我覺得咧，貨尾其實咧，大家就可能係幫嗰個事前可能轉移咗太多喺呢方面，大家。但我相信現在隨著整體的經濟好，包括息口方面改變，我相信這些因素慢慢會消化。咁至於當然作為發展商，梗係有些單位未必完全百分之一百一定可以買曬。咁但係我哋手上面亦都有貨尾，但係貨尾量亦都唔多。咁我哋都按翻唔同嘅貨嘅物業本身所在嘅位置唔同嘅優勢咧，要作出一啲部署。咁我哋一路都係正常去做一個銷售嘅安排。咁當然啦，其他有一路有唔同嘅消息改變咧，我哋因應唔同嘅情況而作出一啲調整。咁但係其實啊，即係成年嘅走勢你點睇咧？龍年啊，個龍尾係咪會犀利啲啊？我覺得今年真係好㗎啦，因為點解？今年實際上係疫情之後完全。即係解放嘅一年啊嘛，咁舊年其實你二三月先開始解放噶嘛，咁實際上你真係開始大家開始 pick up 咧，其實都講緊年中開始噶嘛。事實上，我覺得舊年唔可以作一個好準確嘅一個嘅啱啱疫後復常一年啦。今年我覺得係全面去復常嘅一年啦。整體嚟講，我覺得開局係好嘅。整體你睇到成個即係開始即係有煙花匯演啊，各方面啦，其實好熱鬧。我覺得整個氣氛熱鬧，你喺一啲消費區，我感覺人流真係好多。你話佢即係你話嗰啲消費嘅旅客係消費嘅可能嘅形式可能同以前唔同，但係真係大家都開心咗嘅，即係大家至少人流旺先啦。今年過年，大家我諗過年其實依幾年大家最開心。無論你唔好你自己今年你有冇其他地方賺得錢多唔多或者諸如此類，咁但係事實上咧，其實大家今年都係開心咗，即係整體嚟講開好。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咁樣樓市喺咁嘅正常嘅一個氣氛之下，經濟發展嘅氣氛之下，有利好消息息口嘅因素之下，我相信整體今年我自己覺得係真係。是對整體發展係我覺得感覺樂觀嘅。係最緊要係正能量啲，有人先至有才噶嘛。咁今日我哋同阿郭志威傾到呢度先啊，多謝曬你。OK，Thank you。